厨值预约 APP， 买餐点免现金免排队。网络时代，人手一支智慧手机、平板等行动装置， APP 应用更成为食衣住行的最佳小帮手。不过大部分 APP 都是提供消费者优惠，比较少为提升店家获利而开发。因此李斯特资讯推出绿取 VIP APP，除了方便消费者上手享受优惠，也提供店家更新提交、管理订单与经营客户群的功能。我们这一次提供的这个 APP 其实可以帮助店家直接解决消费者过往的问题，譬如说他们以往早上要点餐的时候，因为早上会排队排很多人，那他早上为了赶上班不要迟到，他们可能看到店门口很多人他就放弃就走了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APP 可以让他在路上就直接预约点餐，然后现场直接取餐就走，非常的方便。李斯特花了半年时间研究咖啡店作业流程，不断修正后才开发出让店家满意的 APP。 坐公车或是坐捷运的路上，先用系统方式做点单，那点单之后来这边现场只要直接做取餐，这样我们现场的话也不会造成塞车。制作这个系统之后，让我们的来客数变增加，那客人的回流率也增加，包括从一个礼拜可能来一次或两次的客人，因为有厨值的关系，那客人也会回购率也增加，发现业绩回流率大概有两成到三成以上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